水源希子教你食住男人的超强身法。第一招，时刻保持作战状态。第二招，借工作硬件事。そのような話を勝手に進められるのはとても不愉快です。すごい、超かっこいいです。第三招，主动制造浪漫惊喜。女神出招，点到你唔服？想成为奥田民生的 boy 和让人疯狂的 girl， 11月11号晚，爆谷10点短线独家首播。